下车，熄火，车子熄火。画面中看到白色轿车横切在马路上，员警大声呵斥要驾驶下车，不过一连好几声驾驶就是没反应，员警赶紧把人拉出，带您看一段现场画面。下来，下来，等等，他的鞍，来。车内男子神志不清，被员警拉出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恍惚状态明显有吸毒。员警十六号凌晨巡逻时，在桃园平镇区环河路二段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左右摇晃，行车不稳。员警察觉有异，透过车窗竟然发现驾驶一边开车一边吸食毒品烟弹。驾驶边开车边吸食毒品烟弹，随即失控，自撞停放在人行道之机车及分隔岛。据了解，张姓驾驶精神恍惚失控，撞上人行道的机车以及分隔岛。员警为了维护其他用路人，破窗压制。驾驶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。